嗨，你好，我是阿宇，是个在东京的自由创作者。今天拍这支影片呢，是想分享我跟 OU Music 的合作经过给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。那时候呢，其实是在去年2019年十月份的时候，我有跟一个朋友讨论要一起制作这首歌，但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对方跟我讲说他没有办法完成这首歌，但眼下其实一年已经快过完了，所以我有些着急。刚好2020年的一月呢，我有机会能够回台湾一趟，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那要不要就干脆就是回台湾找一些编曲工作室一起合作完成这首歌。第一次 OU Music 给我的感觉是让我觉得聊天起来很舒服，碰巧那时候碰上了台湾的过年时间。那当初我人已经到日本的时候，编曲的部分我跟 OU Music 都是透过就是线上的方式我们做传递，就算人没有在现场一样都可以完成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合作效率非常的高，而且编曲出来的东西也让我自己听得很愉快。当初在细谈编曲风格的时候，我提供了很多版本，很多参考的部分给 Lucas 老师做参考，那 Lucas 老师也根据我个人的需求去思考去设计了以后呢，详细完整的提供我一个最好的方案。我听完其实觉得蛮开心的，我觉得跨海能够完成一件作品，然后完整度又这么高，真的是件非常蛮不错的事情，很感谢而且很感激，谢谢 OU Music 给我一个这么开心的合作经验，然后也帮我细心的照料这首歌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谢谢 Lucas 老师，谢谢 OU Music。